山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这样好、哦。那接着下一个字，在天愿做比翼鸟。啊，好，在天，在，好、哦，天你要草书嘛哈、哦？哦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呢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过去，有一点点往后，再往前变、嗯。好，坐怎么写呢？我们就写这个就好了。这样哈、哦嗯。你有在拍哈、哦？啊、哦。比愿坐比哈、哦，比可以这样写哦。比啊，翼、哦。这样对不对？然后我那天有讲说这样写，然后呢这样写，然后拉开变成这样写，点这样就可以了哈、哦。好，鸟怎么写呢？这样比翼鸟，比翼鸟，鸟这样写，一、二，这样拉宽一点点，然后再从里面再接，这样比翼鸟哈、哦嗯。好，在地，在地。好、哦，在这样对不对？地拉到这里来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地愿为地，哦，愿回，这样对不对？嗯、草书过来，我认为啊，认为连理枝，连理枝。连哦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它都是窄窄的嘛，啊、这个拉开，连理、嗯，哦，拉长，拉长，好，这样就好，再来，天长地久，好，看一下哈、哦，天。往这边带，天长、哦、拉开、哦、天长地久、哦、地已经写成这样那么长了，所以这个就不需要，这样就好了，地拉过来对不对、嗯、然后久、哦、有时进有这样过来就好了，这样啊、哦往下，让它变成哦窄窄的哦长长的，有十拉过来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宽了，近，好、哦哦，那下面还有两个字就是齿恨，齿，因为它窄。所以它稍微宽没有关系，齿拉过来，对不对？有点这样拉过来，哎，好、哦，然后这样过来，齿恨，哦，绵绵无绝期啊，好，看那个绵，这样过来啊、哦，点，哦，有没有？这样过来，这样，啊，过来。绵绵两个字，啊、哦，无绝期的无，无呢可以写成这样写，这样对不对？拉过来，也可以多弯一弯，也可以少弯一弯，没关系。无绝，这样对不对？窄，然后拉过来，对，好、哦，期怎么写？期这个写法。点一画，然后从这里画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过来，无绝期。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哈、哦，写完了。谁的？写完了。白居易。白居易诗。
一首长歌。啊？还是长歌吗？对啊，长歌的部分。那它只是里面的一小段。绝句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丁酉，哦，秋节，哦。不要误会啊、哦！好，就是这样。好啊，你们就那个是什么绝句啊？绝句就好，跟这个解释一样。